辣椒包吗？没有辣椒包。孜然少放一点。好的，这会儿那辣椒放边上了。对，你放点边上吧，放点辣椒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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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有新的会来拟订单。 是这？他让我点，我要点个鲍鱼，就是那个大肥肠吧。他让我点一个15块钱肥肠吧，这就加钱了。要一只。店里面。您有新的会来拟订单。 20元。然后两个大蒜蓉。